我带领国际组织部分工作人员，应邀参加中国脑病网举办的这次庆八一、喜迎20大等"题在我心中"全国脑病工作会议活动，非常高兴。首先，我代表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，衷心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。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军人的保家卫国，军强则国强，国强则民安。让我们向所有的军人致敬，向老兵致敬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。这次中国脑病网举办的"庆八一、喜迎20大等"题在我心中"全国脑病工作会议"庆祝活动，为河北省的居民文化发展、辐射京津冀、强军与文化多项发展开了一个好头，值得我们祝贺。今天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也要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下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概况。我们有独立的绿。